童。二万。没关系，这么算，你用我们这不是外面那么严。七条，真的演不下去。七，我先小心撞镜头。二条。李氏姐弟打黄也有机会。二条，七，哎呦，啊，你没有下车哦，没有，东风，哎呦，哎，东风可以打哦，一桶，九万。是你下车吗？到底是怎么了？我还能练不练？坐立高的话，坐起来。他苦笑哎，他很烦恼。你一饼本来就不应该那么早打。三手。又来演，不要再演了。你妈卖我，你妈已经在我们两个。老板娘，三手，又来演，不要再演了，你妈演，那你妈卖我，你妈已经在我们两个，等一下换你。老板娘，哇！海车是路人甲，你问他车头一掉，你就上过来还我了。来，还倒下来。但他们输了、啊，因为他们这样就十一分了。你还没有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来，我来看看。车条他已经掉一张了。这边还没听。他这个牌啊，如果上的话，我觉得他也会放炮，有可能上二万，他六万还跑得早，因为他六万先跑了嘛，所以我想他也有可能会放炮，放炮更惨。现在你们还有机会赢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看看，你有被吓到吗？有可能。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怎么说话，三六万还有哎，三六万很漂亮。而且我原本以为你不会自摸，因为你吃二条就掉一只三万让他摸，我想说应该。转手还是摸我三六万，你看看只有三张啊，一张两张三张啊，没人抓。后面在后面。好，白皮一个底自摸三三九九分，恭喜，加刚好两千一万一，恭喜。所以我跟你讲哦，现在很重要，因为你们俩还有一场，老板娘跟员工跟 Monday， 好，你们一万一，最后一场对上高大哥，你们不放炮，你们就赢了。对。那你们要放给高大哥他们呢？那他们就赢了。他们就赢了。那除非高大哥摸个十二分，那他们赢了。对。好，好精彩啊！每一组都有机会。你都不要说 Monday， 你还很认真点头，又不干你的事。你只要想说不要放炮就好。对，所以说每一组都有机会啊。他刚刚那个牌啊。哎，全部过来，全部过来。他那个一饼啊，七早八早把他打掉了，你打的吗？对不对？那结果转手了，又摸个一饼，对，二万呢、啊？看人家打他，接着打二万，又摸二饼，要不然立刻立刻坐起来了。他立刻立刻坐起来了，怎么样？东东北北，哎，东风北风，哇，天哪！啊，真的是靠你老板娘了。好，来，最后一场。白皮一台，自摸一台，顶台一台，总结九台。老板娘刚才讲最后一场，跟大家分析我们一下这个战况，这很麻烦。李氏姐弟呢是一万，我们老板娘呢跟那个员工是一万一，但是呢这一对啊老狐狸，到今天没开壶，啊，不过这一场很重要，因为扮演很重要的角色，对，因为你扮演的就是你要当好人当坏人。他最重要，心理调整还是人家能糊你，对不对？好人坏人都当不了，对，什么都当不了。我现在如果糊了他们两个人，任何一个人，我就等于帮你受救了。李氏姐弟，除非你糊个十二分以上，就你们这一赢，对，好不好？来，不用担心，我们会算分数的啊。李总。
来，我们来看四家的牌，先看高大哥的牌。高大哥，当好人还是当坏人？也要有福才有用。最后一站，药瓶十一台，四七万凑饼子大，门清自摸，你行吗？哎，果然是没有做牌的智慧，你还是专心盯着打。三六万凑条子大，听不了牌也没关系，不要放枪最重要。最后一站，拼一万一，以你今天的手气，还是别想利骨了。碰南风凑条子大，自摸还是要独听。上一把自摸摸很爽，最后一站要守住卫冕的机会，六九万摸条子大，抢不了胡就给他打到抽。来出赛了，来压力，看你们关键的一战，看你们这组该怎么做了。哦、这旁边两个更紧张。南风，怎么玩都不对了，是要救自己还是救李氏姐弟？好了，我看我们救李氏姐弟吧。啊，已经摸。哎，碰是个办法哦，碰可以有机会哦，碰的话打自摸，碰五个自摸，再自摸打全球，吃来的就吃，来的就吃，啊，什么都吃，全球的分数就高了，东风四分就一万二，记得还有一个底哦，所以其实三分就够了，三分自摸。九饼。哇，峰回路转，又高大他们赢了。八都会，买了。西风，发财。二万。平湖一番的。平湖两分。平湖两分。平湖两分。直播就没有平湖。啊，直播又没有平湖。当然。一万也没有全球，但全球是固定，要求别人才叫全球，固定是两分，一万，三万，哇，那李罗这个牌可以这样下，九饼，我有闻到希望，我闻到希望在李罗那里啊，发财。小明，北风，红中，三条，炮，哎呦，这也碰到五万，尖尖的碰到。东风，风中，难喽，难喽，八万，八两。有所高大哥练的瘦，怎么打都不对，打一次来吃，要不然你们帮一下李氏姐弟，不要了，还是你要帮老板娘跟蒙贝照台里打，想帮自己，想帮自己都帮不了了，这牌帮不了了。不会不会，有机会有吗？当然啦、啊，南风一个底，自摸就三分啦、啊，三不过啊，三三得，但是你还有。